也不会搞通知，将你一切过去的代志，我嘛讲给阿姑知影。什么？你唔叫是的个？咱嘛是不得已唔叫安尼做。我看你在咪家等，已经等几啊个月，等遐尼久也无消无息啦。所以我唔叫家己主张写批给阿姑，叫阿姑带咱来去因家啊。对啊，咱玉松是为了呢，去看看呢，啊，啊看有啥拢带出来，囡仔拢带出来，等下到阿姑家。阿姑，嗯。你看我踮咧遮，等相公回来好唔？等相公，啊，恁跟约束大姐要见面了？无哦，啊，伊要戆查某囡仔，啊，你安尼一日等，一日等，是要等到当时啦。阿姑啊，甲你讲，恁安尼含阿姑啊，倒当咱故乡住，阿姑再派人去探听，探听我四公即嘛去伫什么所在，再甲车倒转来，等下阿姑遐来住做伙，安尼毋是真好？无啦，用正，敢讲你忍心，让恁两个囡仔对咱一个艰苦。
那大哥啊，哎呦，你妈妈呀，那一直伤心，啊，咱都已经给伊找到安尼啊，对。哎呀，所人啊都找无消息，我看吼，你应该死了这条心啊啦，咱哪够有足济代志还袂做呢？就是安尼，咩时间嘛无早了。干啦！哎，敢毋是大地主？大地主，大地主，你认得我？我阿牛的啦，大牛的啦。是啊，大牛你无信？是啦，我想无良心破。因为种兄弟已经全灭了，想会到讲你还阁存在啊？我勇敢阿牛的，免哪会死？袂啦！大牛，你有看到你愈济主？愈济主？有啦，啊都。伊拢嘛自从咱五龙山被破了后，拢嘛住咧坐来，一工等过一工，一月等过一月，你也无来啊？什么？第一只等我，等现在的人呢？我伫咧内面拢看无啊！啊，都早起哦，拄到伊，我拄到伊阿姑啦，因阿姑哦，就甲带走啊。什么？爸，对。安尼你放心嘛啦，哈，你唔免阁烦恼啊啦，啊，咱嘛唔免阁找啊，已经知影耶稣人啊平安伫因阿舅阿遐咧，啊，咱阿舅足侪代志还袂做呢，我看吼，咱先来去办咱应该做的代志，啊，了后再来去找伊嘛。对啦，我物件拢甲你准备好势了，对啊。哦，时间无早，既然若是当下无过啊，厝内面我就放心了。大哥，后回你老看到老姐厝，你若讲我真紧就倒转去找伊吼。好啦，大姐厝，如果我袂无啊，我带恁去好无？袂用的，原先我要倒转去，迄个所在是真危险，你也是好好去无伤，较要紧吼。好啦好啦，后回有见。无恁顺行哦，是啊，顺行。有多久呢？哦，真久真久啊！有我嘛袂记得多久啊！啊，恁三个来这是要找朋友还是亲戚？无咯，阮是要来这求发展的呢。是啦，小明先生，麻烦你哦，帮阮找一个头路来啦，哈。啊，迄无问题，无问题啦，亲无亲，咱拢嘛是故乡人。是讲，我知影恁来这是有目的的哦。请问前辈，你的保护是什么称呼呢？李立清，咱拢嘛是共各国的人，你就叫阿清就好啊。啊，对对对对，我先带恁来去食汤啊粗饱，然后我会将这个风情一切偷偷啊解释予恁听。那我就先多谢你了。别客气，行。来白看哟清楚，伊就是新东国的披霞公主。披霞公主，披
公主是伊。是啊，皮鞋公主，伊每一个月拢出宫一摆来进香。这个所在拜是什么神呢？哦，十外种的神话啦。比如讲盘王神，祈求五谷丰收；毛马神，祈求收入丰收。还有足侪，甲咱各国拢同款的。什么张天师啦、元始天尊啦、啊、太上老君啦，尤其是公主最尊敬的，就是最近最旺盛的魏国公李靖庙。李靖庙，就是西凉国的公主陛下，每一个月十五我都来这朝拜，希望魏国公你都要庇佑东朝的世家满门平安顺遂，也佮我的未婚夫四公会当早一日来阮西凉国认亲。想袂到皮亚公主这么加信用中原神，该看起来伊性格阁真善良哉。惊无险，恁父王会替你查办这件代志。啊，公主，迄一天在李靖庙刺杀公主迄个刺客，微臣已经查得一清二楚，原来是中原的汉人所为啊。不是安尼啦，回禀王爷，当时比你伫个现场，咱嘛有看到一清二楚哦。当时的情形是安怎？你讲一遍，让我听看卖咧。嗯。当时有一群后面人走入来，要来抢走公主。啊，若是遐汉人，伊是要来对付刺客，要救公主的呢。罗尼，你是一个小小的强人，你是捌什么的？巴达，贫富之将啊，贫困，连本宫都无法度同我保护，你哪有什么能力同我保卫疆土嘞？公主，巴达。你就点讲几句啊？是，哈利，你是本国爱讲的，你相当是一国的公主，偏偏要到宫外去李靖庙烧香，而且了这了侪代志啊！母后，李靖是当朝的大忠臣，我想讲求伊保庇世家万民，会当平安顺遂，何事讲早一日来我国，甲女儿完婚？四公四公，你莫搁提起伊啊！代志已经经过这尔侪年，连一点仔消息都无，你应该将这件代志甲放袂记，唔接对啊！无喏，无休。初婚是阮的优势。Yeah.
听讲中原四公我闻不幸的消息，也佮有四公的代志，唔知是唔是应该爱讲？是甚物代志？做你讲袂要紧。是，听讲四公真爱饮酒，在元宵一天，饮酒醉大闹花灯，七死七殿下，而且骄兵性格，追毒救助。现在已经是魔文超赞了。干嘛呢？四公呢？公主啊，你甲想看卖，四公伊是罪魁祸首，当然是难逃死罪啊。卖个烤啊！好，一向非常平静的谢良信同学，竟然来发生这个代志，麻蛋，听真。我东调西搞，我们真是造成不幸事。是，你拢知影。世家其实是无辜的，也好加在四公也能得出这条财源，替世家团众接待。四公的无死，国王，世家即马已经家破人亡啊！你应该为咱皇帝的终身设想，另外替伊选择一位驸马，唔才对。是，我努力的婚姻。是我细汉的时阵，你亲口答应的。不管世家现在是变成安怎样，如你舍不给了我，求父王替如你做主。对，哈利，你不愧是国王的乖查某囝。不过，现在世公行风不明，不知什么时阵再来咱新东国。你穿起后去烤食，好你食哈。哎、啊，老弟啊，啊，阿妈也不乖，恁的四哥嘞？哦，四哥，哈，你讲食这无够肥，在山顶遐吼，我话讲要掠到山路啦，啊个山猪啊。对，哈哈哈哈哈！我来啊，我等来啊，我等来啊。嘿，等你哪去穿安尼嘞？嗯，再看。你先甲我鉴定看嘛，我穿安尼先看。哈，四哥啊，啊你也无看你这个面哈，啊穿甲你，那咱中原你都笑唔甜呀？那你是白人吧？这个叫做流芳水秀啊，哈。干那咱三个无甲人穿同款哦，而因家的人在看咱，唔才干那在看笑啊。咱穿安尼，唔才袂穿就笑。来来，阿大，这套哦，我保证你会穿的啦，这套。大，你看你买的啦，我这套你的啦。我有啦，紧穿啦，紧穿啦，穿起袂歹看呢。很白，你是哪有钱通买这衫？啊，大哥，你放心啦，我也不是去抢人，也不是去劫人啊，绝对不是去偷摕，我也是去跑哦，两只山顶一只路，我再去共换这三四衫呢。哦，阿爷是比较聪明啊。呀嘛，小范。袂歹啦，看一久歹水啊，歹水啊！哎，大哥啊，啊，我真想袂晓了。啊，咱来到新东国是要认亲的，啊，是安怎咱唔走去见国王，怎啊都要穿甲安尼啊？像安尼是伫保咱家己安全啊。哦，保安全。嗯、安全哦，嘿，老谢咧讲嘛有理呢，大哥啊，安尼对啦。是讲哦，啊，这新东国的国王，噶唔是孙坚，嘛是你的丈人爸咧。啊，咱来去带伊呀，来去依靠伊。安尼你塔都搁伫个惊的无安全。唉，新东国是忠义朝廷，现在我又搁是朝廷的钦官，什么人敢保证公主伊袂变心呢？
一理就对了。搁再讲，我特别有伊再三搁伫咧交代，哈，伊敢有去讲安怎？一点咱无去想到。嗯。嘿嘿，秋天卜卦寒潭仙，长命富贵喜安眠，好命歹命是难改变，无烦莫怪我算命仙呐、啊，算命仙。嘿，第一是落土时，第二是晚婚期。嫁好翁呀，嫁歹翁，业几年都参几冬，算命先的会帮忙啊，会帮忙。哈哈哈！李兄，你会恁咧问袂哈？哦，那你三个钟安，有成有成善良的人，你今仔生意好无？唉，真歹，拢阿未看到半个，赢懵赢啊！我甲你算一个免钱的小生意。啊，你呀，我对这相命是无兴趣，也、啊、无兴趣嘛，当然有兴趣。来来，嗯，那照你这个五官面相甲看起来嘛，你是应该是一个大富大贵的人家，那兄弟啊，应该是有四个啦。啊，不过恁家已经坐无在乡了，真好家在，还佫有你的第四个小弟四强，还佫活着。什么？你跟我四弟有熟识？不，不是啦，我唔捌你啦。只是讲，啊，伊都排第四个，个性阁真倔强。那较简单讲一个，伊都阁叫做四强，敢毋是？真准，报唔着。你啊，我要来请示你，你详细甲阮四弟，想会讲现在的人伫倒位？嗯，好，我来看一下嘛，你倒手伸出来。倒手，嗯，那怎啊看起来嘛？伊人不但真平安，而且搁伫个台湾国，起码伫个做驸马。啊，做驸马？嗯，恁四弟初初到台湾国的时阵，拄着公主伫个抛绣球，伊真好运去接着绣球，所以唔才做驸马呀。这是假戏的呀？当然嘛是假戏的，气候一段。不是不是，有在你啊！是的，你已经有切身之处了。世家的乡下，搁加一个空船，那呢我就放心了。安尼你就用放心吧吼。安尼紧张！哎呦，一只鸭子哦，啊，敌人来抢龙啊，都准备哦，哦，啊，人要我去钓，啊，正当后生啊，那个，都
人外者拢讲他受伤了，你看嘛呢？你看嘛呢？拢讲他受伤了。也未出现，也未我回来，走，快去。船长哦，吼、哦，伊咧哪都讲你是收尾大英雄啦，规大群人哦，哇，要带你去游街了。好，来大英雄，哦，我偌济人要安尼，欢迎你来去游街咧啦，来，请你上轿。唔免客气，唔免客气啦，请，好，对好，我懂，来，好。
公主，你看，迄、那个阮妹大英雄哦，敢若是伫咧你上庙求咱咧汉民呢？多年，你是要黑白讲啥物？伫咧你上庙救公主迄个人，伊明明讲伊是汉民，但是这个人，伊就是心情善良的三，没有可能的。阮讲的人也好，汉民也好，大大在。喊你伫咧三江内，带来见本宫。是。大英雄，你看我这间厝，啊，你住了唔在惯势啊？四面拢通过来住，赞凉，舒适啊！来来，请进，请进，请进。好，好，好，谢谢。对啦，那个，啊，有住嘛，就要有食呀。以后大英雄伊若要食问题，就由我来负责就好。好，啊，够啦，对啦，大英雄，后摆吼，你换过来看，我甲你说啦，啊，就这间厝内吼，我再甲你打扫啦，好不？好不啦？恁拢对阮这尼真好，唔知要安怎来多谢恁这辈。哎，大大英雄，你唔通安尼讲。阮以前则是靠天爷拯救，啊，修行有够歹。自从你来了后，呀，安尼讲，除了尊高则四条腿，我都来灌溉。哦，啊，阮这修行则真好，我应该来大大来感谢你才对。嘿，人若安居乐业，这是大家欢喜。啊，对了，这个丁花庄，嘿，拿到长老。伊讲因迄个山坪吼无法度种植，也想要请大英雄你去解决。若是有困难，我会来解决。龙贤弟，啊，你甲船长斗阵去看卖。好。啊，差不多两日，请你甲我斗阵。好，来来来，来。好。嘿，大英雄，你即摆是不是巴肚足枵的？你等下等我吼，我等下阮家煮上好食的点心来互你吃哦，你莫走哦。对啦，大英雄，你想要吃烘鸡无？那我烘鸡吼，上过出名，上好吃，我等下烘一只给你吃好不？唔免劳烦你嘛。啊，不要紧啦，你搁再等我，我等你来哦，吼，你莫走啊嘿。实在太热情了。阿爹阿娘，海里已经来到这个西凉。有安居之处，希望家人在天之灵协助海里的勇气，早日会当复大同的使命。
你是安怎啦？是你，啊，对不住。对啊，你看，我这只鸡已来烘好啊，气味袂歹哦，你食看麦啊。来，我带你食吼。老婆，老婆，哎，三米的天蚕咯，啊，这山马鸟哦，一块山坡地啦，啊，搁生伫个。正在迄个半山腰的啊，哎呀，讲要叫咱想办法，甲伊捡水捡位啊去。哎呦喂啊，迄马哪有法度？敢是迄面真困难，要无你带来去看卖？哈，讲再来讲啦，大啊，咱咱也毋是，也毋是农夫，也毋是做实地，对不对？咱咱如果去甲伊帮忙这款的，安尼话要无闲事。无闲的，你唔查牛兄会用伊伫什么所在？也是来去甲伊看。哦，我行一撮袂安怎？好啦好啦，行就行嘛。你这饼袂食的啊？我再去嘛。小弟，我再来吃。哎呀，也不是三个，我比你较贤吃嘞，你还在烦恼。当然，鸡巴不是要你吃的啊。太过紧张去啊，所以你唔得一时无注意到。这个代志，嗯，公主啊，我阁想着安尼，嘛真生哦，是迄个云马大英雄哦。多年啊，你是讲去倒位去啦？迄、那个云马的大英雄，唔是汉人。八大九根，八九根，来去前都好，看你的吧。是。八达叩见公主，谢公主。你就是混马的大英雄是？是。你就是混马的大英雄是？是。真好，老命，公主老命，怕你唔得命，你都怕了命。要成什么我妈的大英雄呢？哼，要不死出去？是是，快活。哼，啊，公主，请你恕罪。其实，你心也是受骗啊。那一天那个我妈大英雄的相貌，你心根本都看不清楚，
所以拄只迄个人，伊甲我讲，伊就是混买大英雄，迷信才会相信，请公主你著恕罪啊！看好真相，这个就是混买大英雄。验证一切，是。我看八达这个人做代志真靠袂住，但系暗中该注意。是，天地，这摆到中原就爱落原因咯。我咧交代最重要的代志，是红花。你若先到这个丰州咧，先查一路清楚，再将这张信交予伊这个罗林王本啦。第二咧，爱探听就恁大嫂伊夫家现在的去处是伫什么所在？陪你来小心。大哥啊，你做你放心啦，你的代志哦，交代给阮两个哦，我一定给你完成的啦。对啦，对啦，这应该爱安怎做，阮拢会晓啦。即马上届袂放心的，就是讲哦，啊，阮两个去，干那剩老大，你家己一个人伫遮尔，你就较保重了呢。那我你更加放心，我店家是还阁使命要做的。啊，大英雄，无你入去休困，我带因出关好。再麻烦你，我来去啊，我来哈。哟，混马大英雄，嚯、哦，你都也真够收服民心安怎？安尼招兵买马，你是存心要做反心？你哪样安尼讲呢？你呀、啊，啊，你到底是什么款人物啊？你记得多少钱买啊？哎，啊，我不是早跟你讲过，我是算命，说你呀，李立清，李立清。你们就记好好，我讲的意思不是安尼生啊，我是说讲，我也无爱讲我的身世，为什么我来历你这么正清楚？这，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安尼就好啊嘛，问遐济要创啥？李兄，有时咧，我有代志想要甲你请教，都唔知讲要去倒来找你，你来无影去无踪啊？算命人，啊算命的都嘛是一家路啦，啊那无哦，就是伫美情庙口啊。林啊，我今仔就要来甲你请教，请你给我支持，我的心愿，伫当时才会当完成的。嗯，好，我就送你一首诗，真简单四句啦，尔，听着听。哦，生得风春暖，有缘情必转。何时伤心愿，心经得着关。
你要去冒险，我连我煞要拖落去哦。我迄无咯。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讲，你来当我斗阵去，我敢是。无，这个代志我无参，啊无但你请我无用哦。哎，你啊，哎，奇怪，你一时还不回来喂？那个人已经走去了，现在只有村里在那里，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跟他摸清楚。天哪，有人来吧，进吧。哼，原来这臭小子竟然是大一只。无滴，唔准你来伫我房间我抢物件。好啦好啦，唔卖就卖，你哪会遐生气嘛？啊啊，三姐，我无要说啦。啊，大英雄啊，对啦，阿叔我昨天来找你嘞，伊讲有这重要代志要甲你参详哦。有重要代志要甲参详，伫倒位嘞？我找你来去。好，你再来。
啊，这是啥？奇怪，这是姜饼啊，乱糟糟的。怎么偷看了？喂，喂，保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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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被人控制了？玉佩分尸，世界另外，这哈利啊，这玉佩分尸，那是父王当年甲四灵山交换的信物，这物件对对啦。父王，哎，不要，这物件就是这个人的。哦。嗯，对，一定是，一定是四公，既然你来啊，哦。但我该见面的事，没有好好来教训一下。摩诺父王啊，世界做父都已经有够凄惨嘛，你唔该安慰才对。哦，哈哈哈哈，哈利啊，你还没跟四公成婚呢，你就要替伊讲话啊？啊？无啦，父王，那不是这款意思啦。哈利，你误会父王的意思啊，我是讲该见面的事。我要问伊世家做夫的经过。好，既然伊来啊，伊会传你进宫见吾皇，我要好好甲问一下清楚。吾皇，是讲伊受人五国无唔对，也唔过伊温性歹面，还阁唔敢抛头露面嘞。哦，国王，是讲为着饮酒了好人民专家，摊出这款人，后摆嘛是无甚物出段。这阵来分数吼，我特别反对。哎，父王，如你如你反对母后的看法。哎，好啊好啊，咱卖去讲啊。哎呀，爱妃啊，我是一个国王，免那样言语无信的。范进根，范进根，范进根。老臣八行叩见国王王兄，明清八行有什么急事经过？丁国王听说叛逆罗斯来北凉，想要造反。啊，罗斯，哼，是真可恶，也想要造反，事关重大，不可不防。老臣愿领兵消灭叛徒。嗯，好，即时随国王。兄弟一段是老师你刚才是来做饭是不用你都要跟吴王上书里有行千万不能错杀忠良啊啊不过上人多海林之心不可有，红林之心不可无啊！代志好啦，公主，代志好啦，拜见王兄。什么代志？公主，那个阮妈大英雄哦，叫一阵后面人家抓去安尼。
伊嘛是去往遐后面道家掠去的哦。伊一定是互我认路，我想这其中一定有一个无暗自私者。公主，安尼真简单嘛，你着变报告唔知影，安尼咱甲迄个搜索的人家掠起来，咱毋着知影拢是啥物人啊？是啥物人啊？是后面的人。本心招魂激动，你是想要做坏事？老实讲，林总强过人来这是有什么目的啊？哼，你也别讲，你也当蛮好人，你是好人，你是好人。哼，哼，我以为若无唔对，你一定是在关内犯法，才会倒来本国。你是什么目的？是什么身份？老实讲，你到底是不是中原的四公？四公，那是四公是要怎样？不是是要怎样？你到底是要问我什么？你坦白讲，你免让我咧莫名其妙。哼，你既然承认你四公，也拿咧真好。你是不是要来这认亲？老实讲。玉佩跟分尸藏在什么所在？交出来！玉佩分尸老早就失了，不知什么人给我提起，我变哪会知呢？胡说！哼！你竟然敢讲红失了，也哪呢？你都莫怪本爷爷的无情啊！哼！大老粗，大老粗，大老粗，大老粗！来呀！来！来！人给我告好事。当我倒转来，你就走。走。大娘，心痛不忍，大娘，你把阮心处处伤，我娘。是
公爷，我娘要断家死，我一定爱离开这个所在。拜托，今晚无人伫，你去搞想办法将这个铁链给我抛开。要抛开哦？是。那这边用什么？用物件。有一群和平人要来行刺我，这件代志你也会记得吗？这件代志是不是你做的？回答我，公主啊，是不敢，是绝对不敢做这种代志。对，来讲咱有亲戚关系，那八大人意向也是上大。就算咱甲天照到，也唔敢安尼做。我看这件代志绝对唔是伊做，你爱相信阿姑的话。好，那呢我搁再问你，今仔日有一阵，也就是我伫咧李靖庙行刺我的人，跳入来恁爸父的树下来，这你要安怎解释？哈、啊，那是有刺客礼物，来人啦！俩刺客，免阁点啊定钱啊，八蛋！我曾经三天予你宽限，叫你爱找出昏迷大英雄。即马三天已经过去啊，人呢？也阁有，最近有一个中原人失踪，迄个人是毋是已经予你害死啊？我阁再三天予你宽限。一定要将那中原人找出，那无就唔通怪我手下无情。是不是？全部承认了。好，你做了真好。我的大事已经成功一半了。阿爹，什么的大事成功一半了？你还知影呢？人伊四公自细就甲伊公主订婚，公主即卖一直向咱讨人，咱若是无将四公交出去哦，国王哦，万一若是知影，阿咱若是要安怎啊？国王，哼，大事一成。我就是讲，公主自然就是你的啊。爹、嗯，你敢不是奉着国王的旨意，你去北凉走灭叛贼的？嘿，那是阿爹的计，借口，把国内的兵马、粮草运到北凉，联合北凉王，攻打新中国。啊，那件大事未成呢。嗯。阿爹，然后呢？现在我是要如何处置四公呢？这不就简单？你暗中暗示到去中安，将伊献予张天佐身上，同时召兵转来西南，甲爹回来，两名来接东新东国。到时新东国就是咱的呀。嗯，爹啊。这可能是一个真好的办法啦！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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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是跟咱阿斗阵去人掠去的，为什么咱阿奶家己一个人倒转来，大英雄煞无看呢？哎呀，你都唔免急嘛，等咱阿奶是精神，根本就知影，哈。啊，奶奶精神啊，奶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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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冷静无？你啥？难道进来啦？奶奶，大英雄怎么样？啊？大英雄怎么样啊？你应该，大英雄，你冷静，你慢慢啊讲。大英雄今晚人去倒位？大英雄的叫红海，伊就可怜的叫红胖啊，就可怜的。难道今天该救？今天该救？妈妈，妈妈，伊那是偷的大英雄的包袱，迄个人，伊那是贼啦！哎，你从大英雄包袱用我上当啊，公子。正公，伊是我的弟弟，我是披霞公主。啊啊！三平公子，跟起来。夏公子。你敢知道大英雄伊即卖去处伫倒位？公主，大英雄伊即卖最可怜，伊一年了，即卖伫个包袱内底，不过有哦，八大人白阿囝联络八两个人，讲要造反。小妹，八大虎子竟然也敢反背国王？是啦，明女所讲的故国事件，明女哪会敢欺骗国王你呢？国王，本大哥巴汉已经对国王忠心耿耿，你千万唔通听信这粗民的话。这，好，国王只有定断，你拢听。是。你的三叔千万不通冤枉忠良啊！这父王，八大人父子啊，不作怨，这个人情不情，两不断。这代志，伊应该趁这机会去国王，伊偏偏在外面在勾魂结党，在生什么体统呢？对对对对，四公确实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哼，不愧是世界后代。父王，事不宜迟，确实那是要知影真相代笔者，即时派兵包围八府，救出四公。